则与剧组紧张拍摄的炮哥焦敬艳抽空上线与网友互动。焦敬艳大方晒出了两张开工前素颜照，并配文即砍，喂了几颗豆，我喝了多少豆。从两张分享的味精 P 图曝光篇幅的照片里，仍能看到焦敬艳清丽的颜值，其放飞自我真性情的举动也引来不少粉丝的调侃，并在下方评论：有痘也不影响你的美，各位别想着焦敬艳小姐姐的自拍是高清能当做壁纸，不存在的，她能有正常的自拍我已经很满足了。更有甚者表示：小姐姐，我恨不得给你下几个修图软件在手机里。